剑术已成。 唯不能斩绝人伦之情。阿瑶，昨日离异范家。 罪无可还，为我刺其手，无始之举。夜里回过面，他就像无人助他来，再取我性命，要我死的明白。 杀田季安，未卜必然。如今剑术已成，先断其所爱，然后杀之。务必小心防备。 剑道无情。